古老看的是一段情景的故事哦，清朝康熙时的台湾是发生阿妈王朱一贵事件，本清朝政府也给消灭过后，也给有参加的人，一人的亲戚本人流放到中国黑龙江的宁古塔，一对64岁给黑龙江省宁安市的市民王斌，一对出埠韩国文献考证。也会发现伊个老祖公喺300年前流放到黑龙江嘅台湾屏东帮辽人，王斌按照路铁牌来到台湾而前进。屏东县文化处也铁牌周内以熟悉多位文献，带伊行去转伊个老祖公去过嘅所在。为我们要先祖皇室先祖曾经追寻的英雄，必须要对得好。对论衣冠冢溃败，王斌走论老祖公王阿贵的脚迹，由屏东县文化处带论作为一拜英雄之礼。刻意都刻了一点，多一点，刻了一点，就是民间就是人次把它刻上去，就是英雄有泪的意思。屏东县文化处长吴建发讲，为庆祝英雄之礼，系认真唔系用官方的眼光来看历史事件。我们一次了，我们历史书啊，小学课本啊，高中课本啊，一直讲到朱一贵都讲叛乱，讲到林祥文也是叛贼，讲到戴潮春也是叛贼。但是我们台湾要建立起个史观了，不能够以清朝的这个家册来判断我们的祖先呐。300年后重返台湾祖居地，续根祭祖，这是我们进行的主旨。王斌讲，伊个阿太太王阿贵因阵叛乱案受到牵连，对台湾本人发现流落到宁古塔，一摆伊来到台湾前景，先去图书馆寻资料，发现老祖公头摆黑的微索黑太困落古了，佮同时黑平埔厝屯行人黑的蔬菜，太提黑一下帮了个太重提起。反正我们研究半天，总是指向下淡水，总是指向客家人，对。总是指向的杜聚英老祖宗。除了我前提台湾的亲戚，王斌还想要了解以前的行业，也把这位老祖公的脚迹来到台湾。虽然枪出埠好意思，伊的成功态度还是非常感动。下个新闻，潘神峰，屏东报道。